要不你帮他画吧。我？嗯，刚磨蹭太久了，没有时间了，你去搭把手吧。好，一人负责一个，效率。行，我尽力而为吧。高老师，嗯，你帮我打个灯呗。啊，行，马上来了。谢谢。哎，小王，我这灯给他们拿回去。啊，好嘞，好嘞。你看，放这儿行吗？可以。你是在偷笑吗？嗯。所以我给你化妆也很不满意喽。嗯。还给我装哑巴。行，我知道怎么画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那我要开始喽。嗯。要不要拍照留个念啊？你听说现在很流行用男朋友的照片来当表情包？我真想给你画个小丑照，然后给你拍下来。那更好了，这样花的时间应该更长。辛苦了，张嘴。你把眼睛闭上。我可真是没定力。算了，你还是睁开吧。咱们今天这样啊，先拍外景，单人照拍完了再来双人照。嗯，单人照你来拍。我。效率。高老师。哎，我刚好还有台备用机。你先拿去拍着。啊？你做的太死板了，放松一点，双手放松，放松一点。对，放松放松，腿出来一点，显腿长。对，来，三二一，好看。好，再来两张。好，好，这个帅。放松一点，拿出最自然的状态，这样。对对，看我，三二一。你要不要靠近一点？来，再近点。我想要拍一个那种特别大的特写，再近点。不行不行，这是公务啊！哎，别别，等一下，你刚那个状态特别好，我给你拍一张。你说呀，就这俩货，你拍出跟我珠联璧合的照片？你们说，这感情这东西要是到位了，那可是艺术的最高境界。感情？拍我干嘛呀？就一张，就一张。
保持住。我看，我看。来，怎么样？沈清源，删了，太丑了。多可爱！再来几张，来。来，这也算。这个背景是不是特别熟悉？不太记得了，再想想。沈清源，我来找你。你不是说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？就只是工作，你别多想。知道了。还有重要的事情。现在应该还没签合同吧？啊？既然没签合同的话，那我现在就没有配合你的义务。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来海雅，也就是说这里是你第一次差点把我气哭的地方。说吧，怎么赔偿我？怎么赔偿？走吧，带你去熟悉的地方多拍几张。按道理说，接下来我要实施报复行动了。怎么报复啊？你怎么出这么多汗，妆都花了？方便你报复吧。然后再让我花一小时给你补妆，是不是？放心。嗯。放心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千万不要把毛巾放在沙发上。沈清源，我是一个很恋旧、很恋旧的人。你不走，我绝对不会走。话说回来，今天你得老老实实跟我走。